看到沈南人起来没？沈南人起来没？在后边。对，长安移动的在这个，看到没？2022年10月份那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又来到了长安4S店，来给粉丝提一台长安移动。今天提的是一款长安移动 1.4T 尊贵版，官方指导价93900的那一款，优惠10000多一点，目前落地价也就是在90000元左右，销量还是很不错的，整体性价比比较高。现在老铁正在验车，咱这都是 4S 店的车，安全有保障。当天订车，我们当天就过来来提车了。大灯打开，中间那个灯都亮了。1.4T 的蓝鲸发动机，160马力，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，整体稳定性还可以。然后说到配置方面，这个车的配置也是比较高的，全系 LED 日间行车灯。我们选择的是一个灰色哈，叫安迪斯灰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卖得特别火。然后呢，说一下配置哈，360度全景影像，然后定速巡航、导航、倒车影像、倒车雷达、天窗、皮座椅、无钥匙启动、无钥匙进入，该有的反正都有了。当然了哈，以上说的国产车基本上其他车型大部分也都有，主要的还是价格。内饰看过了没？看公里数，12公里。行。这个车的中控显示屏是10.25寸的，液晶仪表则是3.5寸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安移动的这个做工哈，门饰板的用料都比较足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贯穿式的一个尾灯设计。晚上的时候行驶在路上，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安全性，当然了颜值上也提高了不少。后排空间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对，咱来的太晚了。现在已经是5点左右了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赶紧去办手续。现在正在 4S 店的财务交纳车款，车款转给 4S 店，安全放心有保障。哎，客户先办手续吧，带大家看一下展厅里面的其他的车型。这边有个 UNI-K， 确实好看，黑色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 UNI-V， 目前这一款车现在也有优惠哈，优惠个5000元左右。这款车的颜值确实好看哈，你们大家认为呢？哎，来得太晚了哈，下午订的车，下午直接来提了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办完手续我估计得1个小时后。所有手续现在已经办完了哈，临牌已经贴上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回去，现在天已经黑了。感谢老铁的信任，长安移动现在提车搞定。提车第一步就是先找一个最近的加油站加油，以防回不到家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给个关注。选车买车你不会，关注小杨同学会。我是小杨。